中国歌唱选秀比赛一戏成名的这位小女孩康妮到日本发行了个人专辑，连续四场演唱会创下了纪录。八岁的她让日本民众为之疯狂。有媒体的报道说，笑容满面的康妮比起精神崩溃的苏珊大婶要可爱多了。英国选秀比赛当中成名的小歌手康妮到东京开唱，台下的日本民众听得入神。八岁小女生举办个人演唱会，创下日本音乐界的纪录。小康妮再飙高音，要感动全场。小朋友动人的嗓音让台下掌声不断，户外演唱会挤满了人，座位不够坐，还有人站在百货公司二楼远远的看，听得很专心。超级星光选秀节目当中轰动全英国的小女生到东京连续举办四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票房惊人，小女生却说一点都不累。 I don't get tired, it's just great fun and I enjoy it very much。到日本发行专辑，小康妮成了日本媒体抢着邀请的大明星，通告满档，签名会上排队人潮爆满，卖价相当于800多块台币的个人 CD 销售量让唱片公司都很意外。还有日本媒体形容笑容满面的康妮比起精神崩溃的苏珊大婶要勇敢迷人多了。中央新闻刘鹏宇，我们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